No. 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精华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方舟生存啊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先跟各位稍微报告一下，今天呢啊，又发生了灾难了。怎样的灾难呢？啊，如果有看我的粉丝团，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没有错啊，我们的神话模组的这个大大呢啊，他居然把模组给砍了，又不见了，又没有出现在工作台了，为什么会不见呢？啊，真的是各种扑朔迷离啊，各种啊多灾多难啊。第一个作者他说他不做了啊，把 ARK 给砍了，然后不继续玩方舟了，把这个版权交给第二个作者。第二个作者呢，才刚做不到半个月啊。模组消失，我的天啊！欸，我都还没有好好的玩，而且我好不容易昨天才知道要怎么驯服他们，也好不容易。昨天有一位观众留言告诉我，那个召唤四圣兽的那个代码是什么，我终于获得了，我终于有了。想说今天就来拍，结果嘞，给我砍工作台，给我砍模组，啊，我就觉得有点唉。这个作者呢，虽然做的模组，应该是说前作者做的模组，我觉得不错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这样子乱来啊，一下放一下砍，一下放一下砍，啊，又说是测试版，测试版变正式版，变正式版又把它砍掉，啊，我就觉得实在是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没有神话模组，我也没有办法找四圣兽了。他哪时候再把模组放出来呢？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去问作者比较快吧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老头呢还是非常的努力，找到了新的模组，而且感觉还蛮好玩的。它叫做潘朵拉模组啊，潘朵拉模组呢，它的这个形式怎么感觉好像是同一个作者做的？你自己看它的工作台，怎么一模一样？只是样子不同而已，它的形式跟以前的那些一模一样。我真的怀疑啊，这个普罗米模组啊，神话模组啊。潘朵拉模组啊，是不是同一个工作室在做的啊？不然怎么他们连工作台都一模一样？不要讲说一模一样啦，他们的样子很像，都是一张地图在工作台上面，好不好？所以说，我觉得要不做联想，其实也很难啦，好吧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稍微玩一下这个潘朵拉模组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也知道嘛，没东西可以玩了，我们就只能玩这个啊，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。这是老头刚刚发现的。当你装这个模组之后呢，你会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这些都是要学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颗石头，可以从里面换一些基础道具，这些基础道具呢，基本上它会给你一个 GPS， 然后给一把很像UGU Tail Coolie 那种感觉，就是你也知道了，很像龙魂，大概呢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有没有？绿绿的啊，再拿上去，你就会感觉你的头光怎么发出一道绿光啊？你的老婆跟人家怎么了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这个资源包呢？这个资源包打开之后嘛，我们刚刚有讲了，它还会给剪刀、相机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给剪刀、相机。然后呢，还有十字镐啊，那些我都丢掉了，反正就是一些基础资源啦。这就没什么好说的。然后呢，这些东西后来呢，一样是委托的哥们把他们全部弄出来。这个道具啊，这个道具呢，是可以拿来就是制作一些建筑物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有一些鞍都可以做啊，这个是需要金属锭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然后呢，他这边其实就已经有制作的方式已经提供给你了。然后我们呢，有了这些哥们之后呢，我们还没有办法召唤，因为呢，他所有的恐龙全部都要这个，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的，我也觉得莫名。我不管了，反正呢，今天呢就稍微来把玩一下。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枪。我们把它做出来玩。这边还有一只嘟嘟飞龙，把它放在7好了。你做好这是信号枪齁，你是在骗我。屁啦！这是信号枪，长这个样子，谁相信啊？你太扯了哦！你太扯了哦！这有攻击力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
觉得这个模组做的有点有效，一跳好大声啊！放烟火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。啊，嘟嘟飞啊！啊，召唤出来长什么样子？哇靠，这个有帅到这个！哇，哎、欸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乖乖乖乖乖！哇靠，这好大只哦！潘朵拉嘟嘟飞哦！哇，死狗瘾哎，然后等级一而已。哇，它也是炸毛嘞！你看那个炸毛，炸成这个样子，已经是有点半钢铁似的啊。这个有没有需要安啊？它可以直接骑乘，太重了。好，太重，我帮你顶一下。好，可以飞了，可以飞了。右键破坏时光，啊，很短的破坏时光。啊，那边怎么会有一只燃烧的？潘朵拉新恐龙。哦哦哦哦，有哦，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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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要抓它，我不想伤害它。这么酷的这个一定要抓、啊，火焰鼠哎、欸，怎么抓、啊？把它击晕吗？我看它会不会咬我好了。气死！啊，我错了！啊，不要！那那那那那那那，哇吼！哎呦哎呦哎呦呀哎呦啊！就派就派拖一只鱼来喂养，又是拖一只鱼来喂养你，一只鱼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随便把一只鱼给杀死，像是这一只，不是啊，这不是，走开哦。把这个杀死，我们可以把它拖起来吗？拖动身体，啊，这样应该就可以喂了吧？啊，它在哪里？它怎么不见了？哦，看到它了，它在那边很 happy 的跑。好，我们喂它鱼看看好了。怎么那么麻烦啊？来 ，yes， 大成功！哇，它的血好多、哦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九千万，他跟普罗米那个有什么差别啊？超夸张的呢！那这也是可以骑啊，这应该也可以骑乘啊！哇塞，你有什么功能啊？右键，好像什么 buff 之类的哎、欸。他的右键是 buff， 哇，前面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哎、欸，这边的恐龙越来越恐怖啦！C 键 ，C 键那边装可爱，啊，上个奇怪的 buff， 看不懂就是了。哎、欸，他这只可以跟我们家的那只相比啦。啊，那个是神话模组的哈，哇，那这样子，我们的水獭剩下谁啊？剩下他的，另外一只不见了，另外一只是神话模组的。哎、欸，不要跑，乖乖，你乖乖，你乖乖，你在这里哈，来来来来，好，你们两个和睦相处哦，啊，我就先走了。哇，这超帅的，不过他的拐弯超慢的。C 键 ，C 键是喷火 ，X 有没有功能？没有，右键。哦，七千多滴，普通攻击。哇！哇哇哇哇哇哇！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出现在我们家里啊？哎、欸，我那个伤害破表嘞、欸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水母大哥，水母大哥怎么会在空中啊？水母大哥，他可以驯服吗？噔噔噔。他是 BOSS 哎、欸，野生的。那我用了三项之力可以喂他吗？我靠近他会不会伤害我？哎、欸，他的血量是负的哎、欸，他没有办法受伤。那这只嘞，太恐怖了吧！两只 BOSS 在那边缠绵，可以喂吗？我有放了啊。难道不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抓起来了 ！What the hell？
等一下再来看你。哦，我们今天有太多东西要看了。那这只嘞？这只要怎么喂？然后靠近它会不会受伤啊？这是电，这是电电，哎、欸，不会耶，完全不会耶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可是我要怎么喂它、啊？它的喂食点在哪里？喂食点在中间吗？重点是我还射不到啊！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它的实体在哪里？啊，打不打得赢我不知道啊，死掉了算了，反正我没有床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它飞起来了。嘟嘟嘟，攻击！哇，它挂了！哇哈哈，死了！他死了！他死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咬一下喷的，里面有什么？空空如也。哇，打他可以拿到一些那个生物毒素。哎、欸，这样子他给我们这个，我们刚刚打赢他了嘛？哎、欸，不在我身上啊，在嘟嘟飞我身上、啊。我看一下，哇，给传说手套。啊，都不错。可是他给的是食物，他居然是给这个，我以为他给的是可以召唤的材料呢。对啊，他给的是这个，有点可惜。算了，我们到时候应该有办法找得到，就是啊，工作台召唤出来的那个方法。目前是没办法，不过野生生物倒是蛮多的，看到都吓死人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那只飞蛾。干，下雨下屁啊！那死掉了哈。我看那只飞蛾有什么功能？那彩虹飞蛾哎、欸，哎，其实看看久还蛮恶心的。右键，哇，超级炸毛。C 键没功能，左键哦 ，C 键好像有功能哦，哎没有，这也太华丽了吧！右键285万，好哦，飞太慢了。啊，他左键没攻击啊、哦，他的左键好像是放屁的样子，放完屁就没了。直接放屁，然后就没了，这样太屌了吧？这潘多拉模组，这恐龙做的实在太精致了吧，吓死人啊！哇，我完全没办法消化，一次来太多了，冲击太大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要先休息一下，累了。OK， 好吧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潘多拉模组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啦，我们还有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发掘啊！希望下一集呢，不要像神话模组那样子啊，模组整个直接消失。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潘多拉模组再见啦，拜拜。